这里是哪儿呢？难道是35厂吗？个事儿啊，咱这是35厂吗？还是朝阳？啊，这里是35厂还是朝阳？这儿。阳光这个是。这阳光啊，阳光就朝阳吧，以前那个。对对对对啊，那还得往前走。我去35厂。哪去的你啊？到横道。哎呀，那你分太不到了。啊？对呀，一直往前，完了过了35厂再绕个大弯儿。啊。在林海雪原这本小说里面都有过记载。这儿呢，古村新茂，昔日英雄故地，山珍致富归兰图，今朝阳光村新村北叫，这才是阳光村，以前叫朝阳。这个把这对联里面在那个把朝阳两个字也巧妙的镶了进去，今朝阳光村嘛，阳光新村朝阳，今朝阳。走了，我们去35厂。